台湾泡面大餐，这三种是不是最火的台湾泡面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太想去台湾了哈、好喝。李老师，你是不是偷吃了一口？为什么会有橘色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台湾泡面盛宴了吧？开启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当当。你们千呼万唤的大理原子，我给你们喊来了。大理原子，Hello， 姐姐，我来了。看这啥？等一下，咱俩这太像演的。没有没有，今天很重要啊，喊他不是单独喊他来，看到没？喊他来吃台湾的泡面啦！妈妈在那边忙呢，我一想，咱俩也别只泡了哈，咱俩煮一下吧。可以。然后我们今天，不多啊，就三种，大家先给我们看一看，这三种是不是最火的台湾泡面？来，你放，你先放。不行，我得举上，还有人举吃不上啊，吃吃。可以少了谁吃还能少了你？你给大家一个一个介绍一下。哎，先介绍这，你先放，先介绍这个，你知道为啥不？这不是你的名字吗？你是大力原子，这个是维力炸酱，维力炸酱面啊，都有个力。这个我们买的是，就是这叫什么五连包？嗯，对，五入的，你给咱拆一包。好，然后下一个是这个叫啥？肉燥面。你还会哈？就是肉燥面，统一肉燥面，统一肉燥面，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咋了？哎，我怎么记得台湾的肉燥面是红色跟蓝色，就是那个最普通的红跟蓝。哎，这怎么是橘色呀？橘色，哎，为什么会有橘色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等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。然后是这个，这个是排骨鸡汤面。排骨鸡汤面，这个看着就好吃。你看它这个画的，哇塞，这个看着就很好吃。我已经在流口水了。哇，你期待你的维力大炸酱。这个，你知道那个许光汉吗？许光汉，我知道啊，就是演那个想你的那个，咋的了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咋了？他吃过这个。哦，他吃过这个，你就要吃这个。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你别抱着了，是这，等一下吃完，外面还有一袋，你把这个拿走。好，可以吧？哈，还有一个就是多买的，这个叫味丹的冬菜鸭肉汤粉丝。那我们也煮一个吧，对，看看跟那个面有什么不一样的。行，开煮。老王，你给咱烧水。这个里面是这样一袋一袋的，这个，然后维力炸酱面最厉害的，小王，你看就是。干面附汤一包两吃哦， 就是它既能喝着汤又能吃干面，可以。哇，这个我喜欢。耶，今天晚上就是台湾泡面大餐。哎，对了，听说就是那个肉燥面煮的时候一定要加两个蛋跟一颗菜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还是挺懂的吧。我去给大家看看冰箱里有没有什么菜啊。当然是肯定有的，一碗加两个蛋，然后菜，哎，菜你们一般都加什么菜啊？香菜一般放吗？还有白菜，这个大陆叫白菜，台湾应该就是叫高丽菜。哎，高丽菜是不是这个？不是这个，菠菜行吗？还是你们一般是放地瓜叶？我估计是放地瓜叶。三个蛋，我吃一个，我吃两个，那四个呢？好，四个蛋。这个的，勤劳的大力原子，大力原子菜洗干净点啊、哦！哦，我懂了，大力原子，咋了？这个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你先把面饼放在碗里，然后把汤加入面饼里面，然后呢，你把调料撒在另一个碗里，然后这个泡了这个面饼的这个热汤倒到那个有调料的那个碗里，就变成一份汤了，你懂吗？用泡面饼的水去冲了这个调料包，变成一个汤了，然后你就先喝汤，面饼不是汤已经滗出去了嘛，就变成干面了，然后再放里面的肉。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对，你看，知道我最爱吃香菜，香菜公主，不用切了，直接那个大的就行。我们在等待烧水，好想吃。拆了哈，拆了，你看里面有两个调料包，是，看。这个是酱包啊，那么这个是调料包。对，你这个就是冲那个汤的。嗯，对，冲汤。这个是拌面的，对吧？我说的对吧？这下一下懂了。好，水开了，我要下我的面。好嘞，然后倒汤。慢点。好。你
这个碗有点小，换个碗，换个碗。不要，我就要吃小的，显得我吃的少。三分钟要盖盖呢，我往边。三分钟，三二一，有这么急吗？然后这个也剪好了哈，剪了两包这个统一肉燥面，橘色款，不知道橘色款有啥不一样的。你看啥嘞？我在看这个封面。咋了？有一种我新学了一个词儿，古早。古早就是台湾都说古早味啊，就是那种很传统的感觉嘛。对对对对。你新学的哈？啊、哦、对对对。为啥？我准备要去厦门玩。去不了台湾就去厦门。好吧好吧，你到厦门可以远眺一下金门、哦、金门就属于台湾了，太想去台湾了、哦、对，哎，说到这个话题又沉重了，反正等到开放第一时间我就让你去。好好说好了啊、嗯、来拉钩拉钩，盖章盖章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就是这个面里面这个调料包，都特别的那个古早味哈，就传统的感觉哈。对，你看这个面有多少年了？你们是不是小时候就吃这个面？我感觉有点像我小时候的包装那种。你小时候不算太久，好吧？我感觉这能有呀四五十年，会不会太久？差不多吧。这么久啊？哦，是个传统啊，不是说不是这个牌子啊，不是说这包面四五十年。姐，你看这儿写的汤包啊，他专门写的汤包。对， 对， 对， 对，那另一个应该是不是写的酱包啊、哦？这个是调味油包。哦、嗯，这个是汤包，你现在给大家准备冲汤。一份我一份，好的。有三分钟了吧？三分钟怎么这么慢？我要快拍照。好好好好，来来来。哇，是不是有点香香的？是吧？小心烫啊！然后就把这个汤滗到这里头。对对对。啊，我们都开始做了，你忙完了，你快来快来，粉丝喊你呢。我跟你说马霞、快速介绍一下剧情。对，现在就是吃到第一个维力炸酱面。维力炸酱面最厉害的就是一面两吃、你看啊，我们刚把这个水泡成这个以后，你们没煮哈，是泡的。对，这个就是人家专门有一个汤包的料、等于用这个B面的这个水冲了一碗汤，你给它喝一下、就是喝汤哈。对，来喝一口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喝一口。好喝。哎，有那个有点那种紫菜味还是什么的，不是，它有点虾皮儿，好像我看见是吧，晚上还有虾皮儿。哇，可以。面就干吃吧，那调料一拌是不是那意思？面还有一个拌面的包。哦，那就是拌着吃嘛、对对对，汤是汤着喝。你给它拌这样子，我连这个白面都想吃。三分钟嘛，三分钟就好了，三分钟就可以享用了。这一个包一，就这一个包吗？就这一个包。对，酱包就这一包，是干的。也可以把那样汤那样吃哈，对对对，那就像那个炸酱的味道、是吧？那它就是维力炸酱面吗？都吃一颗香，就都吃味吗？姐，我发现这个汤不咸，就是咸吧？我看了感觉盐好很多，但是对，我们刚倒的时候感觉那个料包里那个味精还是什么盐那个可重，我还想说这汤能喝吗？结果就是特别的咸，然后那个咸甜刚好啊。现在打算来煮这个肉燥面，橘色的肉燥面，我已经下锅了。一般是不是都用泡的吧？如果是比较方便的时候就用泡的，然后我们想说，哎，能煮就把它煮一下，加点那个菜跟蛋。哎，还准备往里面放鸡蛋呢。那是，我跟你讲，台湾人吃肉燥面跟这个一定要放鸡蛋。对，跟这个排骨鸡汤面就是俩蛋一根菜。哦，就是快煮煮上去以后给那对对对汤里面，你淋蛋，淋点鸡蛋，搅好的蛋也行，或者你直接磕一个，磕一个也行，你给它磕一个吧。我想吃那个蛋清和那啥都不分离嘛。对，哦，这个应该好了嘛。这是两碗的吧？对，这是两碗的。那就磕上两个蛋。好嘞。就这样。哇，可美啊！让它成型一下。成型啊！李妈妈牌肉燥面。两份肉燥面咋这么美呢？第三种了哈，这个是那个排骨鸡面哦，好啦，排骨鸡面，走走走走走，赶紧吃赶紧吃，呦呦呦，哈哈，哎呀妈，摆的可以，你真的是测评方便面的哈，方便面大三，哎，咱这真的是台湾泡面盛宴了吧？啊，你还分得清哪个面是哪个面吗？当然呀，这俩是一样的，这俩是一样的，这俩是都是啥嘛？这是肉燥，这是维力炸酱面，维力炸酱面，这是肉燥，这个是排骨，这个是统一肉燥，啊，对，这个是排骨，这是排骨面，自信满满，结果说错了。
对对对，拨打去吧，这拿两个拿。咱们就用那个啥，西餐的方式啊来吃这个。对，只能就是。对，就是把它都分享夹出来吃。对，快去拿碗。我不拿碗了，我把这个刚刚这个汤给它一干。嗯，也可以，那我也。那我也得有。李老师，你是不是偷吃了一口？快吃，给我拿碗。快吃，给我拿个碗。好，或者咱都先吃这个。先吃这个吧啊！对，我们都先来吃这个炸酱。维力炸酱面。炸酱面。哦，哇哇哇哇！来，大林子，你先，行，我一分，你就用着这个最后这个碗。啥？一样吗？呀，看着就特别香。你还吃好几种面。我觉得维力炸酱面的好处就是，你先喝了汤，这热乎乎的哈，再吃一碗干面，因为有些人好像不太爱吃汤面。你这再剩一口就没了，可以。这个维力这么炸酱面是不用煮哈？对，这个正泡的，就泡了三分钟。那这个就方便了，在外面哪都可以吃呀。好，其他两个也是泡的，只是我们给它煮了。认真，非常认真在吃的大圆子，赶紧吃这个吧。啊，你来，你先来夹。行，我先来夹。这个是那个统一肉臊面，对对对，统一肉臊面。妈，你记不记得咱们在台湾便利店，肉臊面都是红色跟蓝色，你有印象吗？这个肉臊面的包装是橘色的，是吧？哦，我吃一个蛋哦。你吃，你吃，你吃，吃一个蛋。我感觉这个面味挺好的。你喜欢这个哈？这个味，因为那个酱味还是有点，稍微有一点咸。我吃吃到最后还是有点咸，我吃到有点咸，但这个挺好。大力原子，吃一下感觉怎么样？跟刚那个比嘞？这个就是清淡，我来试试看。哦，这个面看起来就是比较晶莹剔透了。哦，这个好鲜呐、啊。哦，这个好吃。这个面我在台湾吃过，我吃了好几回呢。你自己去便利店买？我在便利店买的嘛，回来拿开水一烫。就妈妈买那个碗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带碗的那种。这我不争，你俩吃吧。我俩吃，我俩吃。碰杯。碰碗还碰杯。喝一口汤。哦，这个是那个排骨鸡面啊。排骨的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排骨味，有点像熬的那个排骨汤，油油的，油香油香的。加个蛋就天才了呀。对。三个味儿果然是不太一样，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各有千秋。我觉得这个最香，这个最香，然后这个最鲜，这个鲜。然后那个维力炸酱面是，维力炸酱就是，哎，它就是因为炸酱嘛，它有那个酱味儿，对对对，所以它就稍微酱香味儿，它会，哎，它是酱香味儿、这个最香。你最爱吃哪个大莲子？这个第二个鲜，这个、第二个那个肉臊面。啊，它比较鲜。然后我最爱吃这个油香、这个油香的这个排骨面。那你爱吃是哪个？我觉得都挺好的。就是有的时候今天可能想吃这个，哎、对对对嘛，这个、你要想吃清淡口味，你就吃这个；你要想吃油香的，你就吃这个排骨的；你想吃干面的，就吃这个炸酱的、哎呀，好饱啊！然后吃的好香啊！刚还跟妈妈跟妹妹在说呢，就是你看现在这个面哈，对，出了这么多种，什么那这味儿那味儿的，吃来吃去好像还是感觉最经典的那个味儿。就是最好吃的，是当然出的可能品种非常多了，但是基础的这些味儿还是所以我们今天吃这些骨子，哎，大家说这三种是不是台湾最火的三种面？我刚刚跟妹妹看那个包装的时候，那个包装都特别的古，就是很传统，那这就是很基础的，对，吃的非常的满足。姐姐啊，就还有那些。哦，我知道，打包打包，你要带走带走，拿走。好的好的，大力原子回去要再享用一顿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台湾泡面大餐就享用完毕了，很满足。喜欢党的跟妈妈还有大力原子，记得要今天你来说那个你的招牌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铿锵有力。好了，拜拜。看一下这个孩子啊，以视频为证，不光拿我的泡面，还有拿我的零食，乖乖。是吧，乖乖，你不是最爱吗？然后这个薯片，然后这个是那个狐狸屋，我要确认一下它的牌子叫啥？那狐池屋。这个鳕鱼香丝。哎，那你就乖乖挺多的嘛。乖乖，我有好几包呢，最爱吃乖乖。给他两袋。哎，还可乐果。这个，这对辣。还有这个。这个乐事也是台湾的乐事，你看那个乐字是繁体字，给拿走拿走吃，没了，我就剩乖乖了。
我猜大家也饿了吧，哈哈，告诉党党你们最爱的泡面是哪一个，要不要现在也去泡一包吃呢？好啦，我们下期见咯，拜。